要战斗。一度手合わせしてみてえところだが、まずは龍太一が先だからな。リュウ遇上か。でも龍が片付いたら、俺と勝負しろよ。要地天気等追踪。じゃ、俺はさ金太。さっさと登ってこいよ。じゃねえと俺一人でぶっ倒しちまうからな。回心岗，多少会留下痕迹。我们散开找找，任何看起来可疑的物件都别放过。
齐军武器的一部，就是那个幻。流淌吧，过往的刀光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咱们去那边看看。手雷纵雨，小弟听说他修到了特别的东西，是造船有人用。搜集的线索应该已经足够让谛听追踪卡夫卡了。快快打开小家伙，让他追着这些可疑的线索，应该从数量我都能想。走吧，恩公。流淌吧，过往的刀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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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息。当猎物的痕迹突然消失，猎手就该小心了，因为那往往是追猎关系逆转的征兆。卡夫卡，这些云骑没有堕入魔音山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只是一点小小的暗示，让他们听我说说话而已啊。这你最了解不过了。这里不好，太捕要走很长的路，对我也没什么好处。去前面再会吧。三月七，慢点。
进步越快，说明犯过的错误越多。